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今次呢条影片咧就系最新 PDCG Pocket 奇异花嘅活动最高难度嘅自动 AI 牌组啊！咁画面嘅左手边咧就系我今次嘅自动牌组啦，火属性牌组啊，同我以前用过嘅速攻火牌组咧有啲相似嘅，但系加多咗一隻嘅火属性嘅精灵咧就系鸭嘴火龙嘅。咁大家咧可以参考一下牌组啊，基本上咧都系属于平民嘅牌组啦，唔会话用到好多好稀有嘅卡嘅。况且咧，上一个星期咧，火属性嘅德卡挑战咧，应该补给咗大家部分嘅卡牌数量啦。不过咧，讲明先咧，就系咧呢个牌组咧，并唔系 100% 必胜嘅。我咧就测试咗5场嘅最高级难度啦，有一场咧就输咗，其他咧都赢到嘅。咁大概咧讲紧系 80% 嘅胜率啦，剩低咧就系睇运气，会唔会有卡牌嘅情况发生。当对手咧进化到三阶嘅奇异花咧，咁基本上咧就打唔赢噶啦。我唔知咧有冇 100% 胜率嘅自动牌组啦。咁如果有嘅话咧，大家咧可以喺下面评论嗰度分享一下嘅。有啲影片咧标题咧就写到明咧系 100% 必胜啦，咁实质上咧就唔系嘅，有啲诈骗啊、标题党嘅成分啦，所以咧其实都系睇运气嚟到决定输赢嘅。由好耐以前咧，我就咧好不满呢一种咧标题夸大啦，用夸张手法咧吸引人嘅方式啦，就好似咧以上面嘅 100% 食率为例子啦。当我入去睇嘅时候，下面第一个留言咧已经话啦，根本都唔系必胜嘅。咁佢用 100% 胜率咧嚟到定标题咧，会唔会系有啲夸张啊？标题党嘅成分呢？我觉得啦，一个缩图嘅标题咧，用各种唔同嘅图啦，同埋设计咧嚟到吸引人流咧，系我哋上传者咧需要考虑嘅一个学问啦。但系依家咧，逐渐咧就变成咧事实同呢个标题缩图咧背道而驰嘅，只要吸引到你入嚟睇咧就 OK 啦。就算呢副牌组咧根本就做唔到 100% 嘅胜率，不过讲真啦，其实咧我都几羡慕呢一种人嘅，用呢一种方式咧经营咗好几年啦，观众咧都唔会话有啲咩不满啦，而且咧观看次数咧又唔系话低嘅。要知道咧 ，YouTuber 最重要咧系流量啊、观看次数啊。所以虽然咧系好不满佢呢一种嘅做法啊，但系毫无疑问咧佢系成功咗嘅。所以我依家会觉得呢种人咧好聪明啊。好啦，咁题外话咧，闲谈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剩低嘅咧就系我挑战5次最高难度嘅过程啦。咁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睇一下啦。咁剩低基本上咧都系赢为主嘅，因为 80% 胜率啦。剩低一场咧就因为对手进化咗奇异花咁就输咗啦。我谂头先咧都讲到啦，就系话咧当对手咧进化到奇异花啦就会输啦。咁但系咧呢一度咧都有例外嘅，就系咧当对手进化到奇异花之后，我哋用鸭嘴火龙或者其他火属性嘅精灵咧打到佢残脱嘅时候咧，呢一只奇异花啦，对手咧就会选择换走啦，咁啊去到后排啦，之后咧派上一只嘅代龙上场啦，咁我哋咧就可以用呢一个嘅九尾咧去到收头啦。咁今次嘅影片咧就咁多啦，咁大家咧可以参考翻呢一个嘅牌组啦，去到打呢个活动啦，等你唔好话咁辛苦去到每场都手动打啦 ，OK。